再往下来看的时候啊，咱们就想这样一个问题了：现在我是干什么？我说我现在在样本上进行一个便利啊，在样本上变应便利啊，费不费劲儿啊？好像来说有点麻烦。那咱们来想，对于这个图来说呀、啊，我说你最终关注是什么？关注于是某一个样本。那在一个决策树当中啊，是不是说每一个样本都会落到最终的一个叶子节点上啊？ 所有的样本都肯定会落到最终的一个叶子键上。那在这里我们想，我现在便利样本好像来说很麻烦，那我便利叶子节点可不可以啊？因为你想啊，就是所有的叶子节点你便利完了，肯定你会把所有样本也都便利完吧。所以说啊，咱们现在需要干什么？需要便利我所有的叶子节点，把咱们在样本上进行便利转换成。 在叶子节点上进行便利，在这里来看，其实啊，这个公式啊，到时候如果说大家自己看的时候啊，可能看懵了，因为当时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因为当时我看的时候没有这些解释啊，哎，我就想原来是哎从一到 n 每个样本都去算这样一个值，你为什么给我突然变了一个从 j 的一到 t 啊？当时我就想，这个东西它干它干什么呀？是我换了一种符号吗？把这个 n 换成 t 了吗？后来我一想啊，不是，是这么一回事儿。 在样本上的便利变成了在叶子节点上进行便利。那在叶子节点上有什么？叶子节点上有我的最终的一个值吧。那你说你的一个 f t 相当于什么？你的这个 f t 要的什么？要的不就是这个模型吗？要模型的什么？你说我要的是模型当中的，哎呀，模型当中的这一步吗？是这一步吗？都不是吧？我说我建立一个模型。 要的是模型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啊，最重要什么？最重要的是最后的这个值啊，只要把最终的这个值拿出来，这不就是我新加进来这个模型它的一个效果吗？或者说你新加进来的模型是什么？不就是这些值吗？这才是我想要的。中间的这一系列乱码七糟的东西，我管它吗？我压根我都不管，我只关注于最终我的一个结果。咱们再来看。 在这里，什么是我结果？最终得到一个值吧。我说最终得到的值啊，是一个 WJ，因为对于每一个叶子键来说，你看，这是每一个叶子节点一个叶子键进行遍历啊，每一个叶子键上的一个值都是不一样的吧。所以说啊，我现在说我新加建这个模型的结果，就是最终叶子节点上的这个值乘上什么小 gi，这样落下来一阶偏导就是前面的模型一阶偏导这样落下来吧。这块呢，二阶偏导照样落下来。 WJ 的平方，哎，不播说啊，你来看，当咱们去算一个 WJ 的平方的时候啊，好像来说跟什么重，跟什么有一个类似的，跟什么？咱们之前啊，是不是说有东西叫做正则化惩罚呀？正则化惩罚惩罚的是一个平方项吧？那这里这一块有一个兰帕的倍的，我能不能给它提出来啊？你看，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那大家来想，之前啊，我说我的一个惩罚这一块为什么加上了一个二分之一啊？加上了一个常数项，对最终结果不会产生多大影响。那为什么要加上这个常数项呢？ 这里就体现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要做合并呢。这块儿咱们来看的时候，是不是说是二分之一的二阶偏导德尔塔次方啊？因为都有这样一个二分之一，2, 所以说啊，我可以进行一个整合嘛，直接把我的二分之一拿进来就好了。HJ 和兰姆的都要跟 WJ 的平方进行组合，这个呀、啊、就是我现在进行了一个变利。变利是什么？变利的是我现在的一个目标函数。 目标函数啊，现在啊求出来当前的一个结果了。在我求我的一个结果当中啊，这回我们还要去进行一个化简，还要化简什么？咱们来看上面这一步啊，这一步当中啊有这样一个东西。这一步是什么意思啊？这一步的一个意思啊，咱们还是那我就不给大家说数学啊，说数学这个东西说太太烦，咱们就看图啊。在图当中，你说对于某一个叶子键来说，这个叶子键里边样本是有多少个？是有多个的吧？ 那每个样本它对应的一个结果值，它一不一样啊？它也是一样的吧？所以说啊，咱们现在要干什么？每个叶子节点里边，我还要统计它有多少样本吧？你看这里又统计了，说啊，它有多少样本，再乘上最终它的一个得分值吧，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现在啊，哎呀，我看这个东西还是烦啊？为什么烦？因为写太长了吧？ 把这两个东西能不能进行合并呢？啊，也是可以的。就是、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进行合并什么意思啊？现在我就不是说对叶子节点里边每个样本进行便利了，而是直接便利叶子节点，叶子节点上的值等于什么？等于该叶子节点上面所有样本的一个累加值吧。它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非常简单的一个意思。所以说啊，我把这个小 g 换成了一个大 G，小 h 换成了一个。 大 H 相当于是只管啊每个叶的节点了，底边样本反正都落这个叶子节点，它们就都是一样的，咱们就不说它们，直接把我的一个小 g 小 h 变成了一个大 G 和大 H。那现在啊，咱们来看得到什么？得到了这样一个式子，在我式子当中啊，就是有个大 G，还有一个大 H，分别对应着我目标函数的一阶导和目标函数的一个啊，就是分别对应模型的一个一阶导，还有模型的一个二阶导。那咱们接下来想。 这个问题啊，现在我好像推到这里，但是推到这里，咱们的目标好像还是没有达到啊。我的目标什么？我的目标啊，让它的值很小啊，让它的值很小怎么办啊？让一旦啊，你让哎这块这个就不知道怎么这个排版怎么回事，把我这个 WJ 给它看看起来写不了，就成了 WJ、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目标函数已经有了，那怎么样让它值小一些啊？ 怎么办呢？求偏导呗，还是老套路啊，让偏导等于零不就完事儿了吗？在这里啊，我们照样是对这个式子进行了一个求偏导，求完偏导之后，让偏导等于零。你说上面这个式子，然后对对 w 求偏导，简不简单？一个二次项，一个一次项，必然能得到 wj 等于什么吧？那也就是说啊，全偏导等于零的时候，我们直接得到了 wj 等于一个东西。那现在啊，我要求解什么东西啊？ WJ 等于这个值的时候，最终啊，它的效果应该是最好的吧？这对于我一个极小值点啊，所以说我该怎么办呢？所以说啊，现在我就把这个 WJ 往回带，不就完事儿了吗？再带入到我的一个目标函数当中来，回带回去之后啊，我就知道了。 当前啊，我的一个值应该是等于什么的？我们来看，照样把它往里回去进行带，回带完之后啊，咱们现在是不是就有了一个新的指标啊？相当于 WJ 我知道了取什么值合适的，取什么值合适的这个 GJ，还有这个这个 G 和这个 H，其实啊也是一会儿咱们来说怎么求啊，也是可求的。那最终啊，是不是我这个目标函数啊就得出来了？这是什么？这是我目标函数啊。那这东西相当于什么？ 咱们讲决策树的时候啊，是不是说有一个东西叫做一个信息增益啊？咱们决策树是用信息增益来去构造一个模型的。差之一步死呢？差之一步死当中啊，是不是我们也衡量出来了？加进来这个模型怎么样？它的效果能好啊？那这个就是说它怎么样效果能好？ 到现在啊，咱们终于是给它求出来了，求出来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啊？相当于这个就是我模型衡量或者是模型评估的一个效果啦。那咱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呢？假如说啊，现在啊还是这五个人，这五个人啊，咱们现在是不是要构造一个决策数了？构造决策数的时候你怎么看啊？怎么样构造能够使得这个值小，我就怎么样去构造。 那这个小 g，这个小 h 是不是可求的呀？怎么去求啊？你选择的一个目标函数，就是它完全是跟你选择目标函数是挂钩的。你目标函数选择什么样，那你说它的一阶导、它的二阶导能不能求啊？都是可以求出来的。所以说啊，一个小 g、小 h 都是可以求的。那每一个叶子节点当中啊，它这个大 G 和大 H 是不是也可以求的？你说你经过完一次切分之后，左节点多少样本，右节点多少样本，都是可求的吧？ 所以说啊，在这里我们有些已知量，大 G 和大 H，这都是已知的。对于每一个阶的节点，只要它进行了一个切分完之后，我大 G 和大 H 都可以知道啊。那有了一个大 G 和大 H 之后，咱们来看这样一个式子。对于这个式子来说，这是正则化惩罚项的力度，这是数的一个复杂程度的控制因子，这个大 G。 这个大 H 也是可求的。那对于我们在决策树当中，比如说这是一个特征，在这个特征当中，我这块切一刀，A 点这儿切一刀，还是 B 点这儿切一刀，怎么评估啊？咱们就可以比较了。A 点这儿切完和 B 点这儿切完之后，是不是分别可以对应于两种左子树和右子树啊？看一下切哪种切分完能够使得我这个目标函数的值越小，我就怎么样进行切分？ 所以说啊，差 gboost 的，咱们经过了一系列推导啊，推出个什么东西啊，就推出来了。你这个决策树应该怎么样进行切分呢？才能够使得我构造出来的模型效果要比之就是构造出来这个模型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切分吧？这个啊，就是我差 gboost 的核心。咱们推呀、啊、推推呀、啊、推，最终啊，就相当于是有这样一个结论：哎呀，怎么样去切分我的树？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评估标准？ 我们接下来用这样一个评估标准去评估就可以了。比如说现在啊，哎呀，我对于某个特征来说啊，我可以在这儿切一刀，我也可以在这儿切一刀。那在这儿就是假设说啊，在这个 A 点这切完一刀之后啊，是不是我有一个左子、左子树，还有一个右子树啊？左子树和右子树啊，咱们是不是都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叫做一个，就是我们也当增益去看吧，看一下有没有增益呗，看一下有没有增益啊，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值，哎，它有没有下降呗？ 怎么算呢？用我原始的这个值，再分别减去我现在切分完两边这个值的一个和、啊、或者说是你用这两个的和啊减去你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得分，然后呢，再把这个蓝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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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惩罚因子啊，到时候约不约吧？约完之后啊，相当于是变成一倍的，这咱就不说了。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增益的一个函数。通过这样一个增益啊，我们就来看吧，怎么样切分。 能够使得呀，我最终结果按照这样一个值，它越小越好去做，这不就完事儿了吗？所以说啊，差之一不辞当中，从整体上来说啊，他就做了这样一件事儿：怎么样加进来这个模型？就是不是说怎么样加进模型，就是加进来这个模型，我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构造？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这一块儿，我们推导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标准，只要按照这样一个标准去做，我就能够提升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啊，就是差距步的算法，啊，从原理上来说啊，它做了一件什么事儿？这个呢，其实啊，在这个。 整个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最终啊，其实就是要得到这样一个东西，只不过说在推导过程当中啊，我们引入的东西啊稍微多了一些啊，多了一个泰勒展开，大家啊只需要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定理啊，直接去用啊，这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差分 boost、啊、怎么样进行一个啊，就是差分 boost、啊、怎么的这个算法，从头到尾啊是长什么样子的。